我的高帽子要高一点，这是史上最棒最高的帽子。谭丁娜市长，你马上给我停下来。哈，如果你可以弄个母鸡雕像，那我就能雕一个帅帅韩丁娜，全世界最优秀的市长，我。我要打给莱德。那个岩石面被挖出好多石头啊！小丽说的对，那座小山很不稳呢。胡说八道！先等一下，为什么我雕像的耳朵像猫咪耳朵那样尖尖的？哈，没关系，我自己去把它搞定。千万不能叫猫咪做市长的工作。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。我也是，我要找支援来。毛毛、阿奇、鹿马、灰灰。快过来帮忙！哈哈，现在你的耳朵跟我一样完美了，完成！不！走！糟糕，他往冒险湾的方向滚过去了！我要把这块逃跑的石头引到海湾去，帮我找去码头的路。水道街是安全的。抓紧，市长，我拉你上岸。都白费了，现在只有鱼看得到了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